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好，我错了吗？你以为是为了我好，但其实是在害我。你不配当我爸，街上随便找一个都比你好。那你真的不是人，连死人的钱你也要私吞。你霸道专制，自以为是，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感受。如果我不是在乎你，我需要这么辛苦吗？我到处为你找最好的医生。你从来没有试着了解你真正要的是什么。你再这样下去，我走了你怎么办？就因为你是我爸，你就可以主宰我的生命吗？我一定会支持威的梦想的，就算要养他我也愿意。不管我做错什么选择，那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与你无关。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对我和妈咪的伤害。妈咪病得这么重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你真正要体验生活就支持齐力。你放心，我会半工半读，不会浪费你一分钱。你要人家看得起就得靠自己，而不是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伸手跟人家要钱。你再说一句。够了，出去。你们一家人没有一个把我当人看。我是未来人，我可以带你穿越到过去，只要我输入年份就可以穿越到那个年份去旅行。穿越了，老婆我回来了。你不是艺人。虽然我不是现在的艺人，但是我真的是你老公。喂，你还敢来骚扰我老婆？你的心里有过她吗？你再这样，你以后会很后悔的。如果原本已经死的人便没有死，那世界不是大乱？你长得真的跟他很像。我不要钱，我要人呢。你这个人还真特别，说话特别，举止特别。我是真的很想很想跟你求婚的。好吧，那我就把机会留给你。穿越回去，我想陪他吃饭，我想陪在他的身边。多点陪伴，是否就能把爱如何说放就能放？一遍抵抗，一遍投降。生不想，却刺痛心脏。